你哪会这么早来啦？是的啦，我接到电话的时阵，当你到客户开会，直接寄袂开卡啦。我甲电话阿芳，伊讲佳佳即摆状况有较好啊，是毋？是啊，啊医生讲会把作业啊来提吼，佳佳着静止啊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是的啦，小阿无好照顾佳佳。啊，你做工过遮尔无闲哦，当然无时间注意遮尔济啦。嘿嘿嘿，什么都无时间啦？ 恁两个是翁仔某呢，就算讲你是爱上班，你暗时两个人嘛困做伙，哪有可能毋知影隔壁对方甲你困的人伊的身体安怎，对无？我问你啊，阮佳佳最近食物件，迄口味有变无？啊无，医生来讲，伊是食毋着物件，才会发生即落代志啊。这我无注意着，我嘛毋知影。啥物啊？你做人翁婿啦，毋是无时间，就是无注意。 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阮佳佳为着要替你生囡仔，啊，你母甲遮尔辛苦，啊，你说一点仔都安尼无要无紧，连一点仔关心都无。你要带伊的进程，你有甲我答应哦。你讲要好好照顾伊，好好疼惜伊，啊，结果呢？你较早讲的话，跩准过水无痕啊！君山，啊，恁等下，遮尔无闲，佫全工走来，敢讲我即摆？ 话袂少严重哦，好，你莫想遐多啊！我提醒，医生拢替你看过啊。是的啊，是我这做翁婿无甲你好好照顾，才害你食这种苦。唔，唔安尼讲啦，是我唔好啦，我拢无好好照顾我家己，互你烦恼啊。佳佳，你家己身体都爱病到安尼啊！ 啊，搁咧接病家己替俊贤咧讲话，你莫喊你讲好不好？有啊啦，啊，佳佳即摆精神啊啦，啊，俊贤来你甲照顾啊，咱哦莫在啊做电灯泡啦，行啦，跟我出来。爸，妈，啊，我等下搁有工课爱处理，我马上在遐离开咧，我无法度留伫迄只陪佳佳。无啊，无你即摆咧讲啥？哈？ 你才拄来尔咧，以后都还袂坐小咧，啥物你即摆话要走？无我请问你啊，哈？你是当事长真正做到遮尔无闲哦？是阮姐姐的身体较重要，还是你工课较重要？俊贤啊，安尼哦，我真正无度替你讲话啊啦。你平常时无闲，开迄个准拄煞呢，啊，即马姐姐倒伫迄遮，啊，敢讲你要放伊上伫病院哦？你，哇，你即个囝婿安尼，敢会太过无意思哈？ 雪晴，你来看佳佳。呀，我听阮爸讲佳佳住院，我就随过来。阿芳就无爱互我离去，袂输，害对佳佳安怎共款。俊生，你嘛知影，佳佳就是我的好姊妹啊。伊破病哦，我比任何人搁较紧张。你带我入去看伊好无？的确，雪晴，阿芳伊讲了嘛对啦。 佳佳已经过治疗了，是好真多啊。不过伊即马需要真药，佮再讲伊即马有人替你甲照顾，无我看安尼你先转去啦，过两工啊，才去出来得看伊就好。你即马伫咧挂我？我毋是伫咧挂你，只是即马即个时机真正无适合去看佳佳啦。你对佳佳的性命，我替佮你说多谢。啊，我请你先转去，两工才去出来得看伊。